这间店厉害的地方是它的品项每个都是就是皮然后包肉，对啊，可是每一个吃起来都不一样，三种皮吃起来不一样，三种肉吃起来不一样。豆腐脑的豆花是绿色的，抹茶口味的，它的可以加大，加大里面的东西就会变多，对，它的蚵仔会变多。它是一个很容易雪崩的冰，因为它的芒果放了很多，香它的韭菜酱油。它是有说香肠一定要配着吃，对，我觉得跟那个韭菜酱油很搭。我会觉得油超好吃耶，对对，它韭菜酱油是，它就是放什么食物不重要，但是它的韭菜酱油真的很好吃。这一块我要吃掉，他要点一份，可以，真的，老板，我要这一份。嗨，我是魏德，欢迎回到想杂事，分享美食大小事，我是荣慧。我们今天来到苗栗国旅游，他要三天前先办好签证，对吧？继续啊，继续。对，要1200块。怪为难你吗？我们刚从那个小黑屋出来，刚刚有警察说要跟我拿东西的。对啊，这个要聊多久？我们上次去苗栗的海鲜，我们觉得苗栗的海鲜的东西真的很好吃。我们吃了什么煎包啊，什么煎包啊，煎包的韭菜。我们今天是从台中一路北上，经过公馆、苗栗寺，然后后龙，玩跟吃的都会很多，敬请期待。跟我们看下去吧 ，Go！ 旁边有开要维修半个月左右，没有开。昨天刚好整修，听说要改厕所，太可惜了。好，那我们去吃另外一家，在福乐小馆旁边。这里是那个啦，公馆。公馆，大虎就在旁边而已。川龙老屋豆腐坊，这条河。大声，小桥流水。周一如果不好的，请见谅。假设我们现在坐了这里。它的豆腐听说是甜卤豆腐，它点的是黑糖豆花麻辣辣豆腐脑。这豆腐脑听起来酷哎，特别是它的背面是有一粒一粒一粒的。好系统。跟我们一般知道豆花不太一样，豆花超级入口，嫩很嫩吗？可是我觉得它的豆味是比较重。所以我也觉得豆比较重，豆味比较重。豆腐脑的豆花是绿色的，抹茶口味的，真的有点像蒸蛋，它也没有很辣啦，以你的辣度应该觉得这想配死，不难吃啦。我觉得不辣，抱歉，但是香味很强的。嗯，它那个辣有点像豆瓣酱，然后上面有辣椒，对，吃起来就很像豆花，但是我加了辣。豆腐脑跟豆花不是一样？应该是一样吧，蛮特别的。啊，他们家还有卖那种豆干，我们今天没有点，因为大家都不想吃豆干。哦、这间不错，蛮特别的。蛮特别的，蛮可以来尝鲜一下。好，可以推。我们现在在苗栗市水上人家的客家美食街。水上人家是干嘛的、啊？不知道啊。吃东西的吗？那里有一间店叫水上人家。哦，啊，为什么那么好？他为什么那么好？可以冠名播出。那可以开一间啊。啊，我们要去的那家店，听说已经开了70年。对，我们不是要吃水上人家了。这家是将计就计，人超多的。我们光在外面排队啊，内用就已经排到外面来了。今天点的是干面，然后他们家招牌的馄饨、肉圆跟水晶饺。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特别，他们家卖的热狗其实是黑人，苗栗都是叫热狗。新闻有报道过，就是很多地方的黑人叫法都不一样，叫甜不辣或是叫黑人，我都可以吃，都很合理啊。但是真的有一个东西叫做热狗，你如果要在苗栗点热狗，你要问清楚它到底是什么。到底什么热狗？现在吃面，我们点的面是什么？就是点一个普通的干面。它干拌面。上面有肉，而且它有满满的油葱酥，看起来就超好吃哦，看起来好吃。嗯，这油葱酥好香哦。它的面是属于粘性比较强一点，口感上比较特别。面条然后偏粗，调味上是比较清淡。他们有另外提供三种酱，你可以自己加，有蒜味酱、辣酱油，还有那个甜辣酱。我觉得它的肉还蛮好吃的。肉嫩嫩的，滋味很够。我来吃它的那个馄饨。好好。它馄饨是有汤汁的那一种哎。我看里面的肉很鲜甜哎。馄饨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，肉跟肉之间还有一层皮，口感是有点层次的。它好像是把它捏好之后，然后再把它折起来，折成像一个爱心的形状。爱心。比心，两个吵架的人在那边比心。对，再来是水晶饺啦，水晶饺看起来蛮可爱的，圆圆的，而且他们家都加了很多的蒜苗，还有蒜丝。它水晶饺皮是 Q 的，然后不会硬，然后里面的肉是比较扎实的，咬起来已经有点接近丸子，在肉跟丸子之间。有的以上，猎人会吗？好肉。赶紧来，赶紧来。好啊，你说跟水晶饺吗？要谈补偿。这个笑话年纪可能预期比较大，我还是比较喜欢馄饨的。馄饨很好吃哎，
它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有蒜头，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很爱蒜头的人，你来吃你一定会觉得很开心。它的辣酱里面都是小小颗的蒜头，蒜头很好啊，可以增加免疫力哦。但你前面那位就不吃，我要来吃它肉。两个比较起来的话，肉圆的皮是比较好吃。不一样吗？这看起来很像。虽然是双胞胎，可能不太一样。认得出展展龙跟展瑞差很多，差很多吗？你认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。这间店厉害的地方是它的品项每个都是就是皮，然后包肉。对啊。但是每一个吃起来都不一样，三种皮吃起来不一样，三种肉吃起来不一样。哇，你这句话讲得好好哦，大预告。它的肉质还不错。对啊，我觉得是。我觉得肉圆还不错。这家我会给他五颗星，其他的话我不知道，那我要给他五颗星。赞。推推，现在在那个后龙，现在是玉琴推荐的 A Day， 今天是蛮有名的，我看很多部落客都有介绍。可是它就是一个小餐车而已，对不对？它都固定在这边排，然后时间其实蛮短的，它就只有2点到5点半而已。哦，真的很短，真的很短。这间是后龙的古早味鹅蛋，我们点了两个鹅蛋，然后它的可以加大，加大里面的鹅蛋就会变多，对，它的鹅啊会变多。后龙会点的是鲨鱼，鲨鱼鲨鱼爹吗？鲨鱼宝宝，我就是不知道到底鲨鱼宝宝，鲨鱼鹅蛋。我还点了一份那个芋头地瓜，它是综合，里面就有芋头跟地瓜。嗯，这间是很好吃，它里面的爱点，里面的韭菜很厉害。鹅很大颗，真的很大颗，你看它肥肥的。我觉得特制辣酱，它那边有放很多瓶，但是没有一瓶是这个，要跟老板要，拜托一下。特制的啦，这个真的很蛮大的哦。我是可以吃小辣的，我刚刚加两滴，我是觉得可以接受。我蛮喜欢它的外皮的，因为它外皮的是那种浮贴在整个韭菜面上。鲨鱼还蛮软的，因为很多吃到的鲨鱼都会觉得很硬，但它是吃特别，还是点鹅蛋会比较好吃。后龙这边就是那个高铁站，你就搭高铁来，然后再吃，再上高铁，吃完再上高铁。我们来吃那个地瓜。芋头，它的地瓜是超级绵密的，然后它外面那个面就是很酥脆。它芋头是一整块下去炸的，它吃起来口感很好，就是软软绵绵的。哦，那个声音好脆哦。芋头的味道不会很强烈，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它调味料打得很刚好。不会让你觉得挡姜的。芋头真的很好吃哎。嗯，蛮特别的。地瓜芋头比鹅蛋还好吃。更厉害的。你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点我们点的东西，鹅蛋，然后还有这个地瓜。是情热吗？情热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点一下嘛，拜托了。鹅蛋，然后跟地瓜跟芋头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很赞。这间我给了五颗星。早味鹅蛋吃完啊，车程大概3分钟的地方就有一个英才书院。我以为你们会跟着我转哦。融合了闽南客家原住民建造的闽南式建筑，像日字型的建筑格局，取名为英才书院，就是一个大杂烩。这上面写的融合啊，不要说人家是大杂烩，但它其实不是古迹。啊，我每次转过去讲吐，眼睛张不开。算了，大家自己就是自己看。油甘果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是油甘果，还是是这个？还是是这个？为什么你敢说我无聊啊？奇怪。我好想再演绎一下古代的下棋。我觉得不像下棋，我像炒菜。下棋我要吃这一道，那我吃这一道，我是有腕力的。啊，这里是上课的地方，这边比较先进，有电视。哦，对。小朋友，各位同学不要坐在桌子上，我们今天来上第一课 ，My name is。这不是中文的地方吗？我就只是在找茶而已。找茶，去那个阿里山。差一点点。这怎么那么难？好啊。换我。好烂。好像很难全部投进去。超难的。你头好看，你有在瞄准吗？等一下看我们的眼神，然后看起来很笨。有安慰奖已经很棒了啦，对不对？那真的蛮难的，下次大家的开来玩看看，一次50块。油甘果冰棒，这跟我想象中的冰棒不一样，它很像那种古早味的冰的，对，有点酒味，是酵素的味道，有酒味，会有一点油甘酵素的味道。我们种在附近而已，它的果实是9月才会生哦，所以它长。这样现在被开花了，果它甘汁很酸很涩，吃完是整个嘴巴会变甜甜的，会回甘。它腐出株应该是长袖的吧？对啊，长袖。快乐。对，这天气可能没办法。
芒果牛奶冰，这里已经是那个竹南了，那过去就是新竹。这里的用餐环境很特别，它是在那个户外，冰的话要去它旁边家里面。它的芒果一直感觉要掉下来，我不敢挖。然后它一碗多少钱啊？160，很便宜耶。对啊，它里面不知道是有加炼乳，它应该是整块都是有牛奶，质地不是绵绵冰跟刨冰，是介于中间。芒果很好吃。嗯，就是我想吃，可是我不敢挖，我觉得它会掉。它是一个很容易雪崩的冰，因为它的芒果放了很多。吃的时候你就要等其他人让它掉下来，然后你骂完它之后你再开始吃，你不要当第一个。等一下，我们俩现在吃的很小心，我们两个现在不敢挖，我们在等你。我们来看它怎么雪崩。哎呦，好雪崩了，雪崩了，好好。它就是卖这么大一碗，所以它才会这么有名，几千个评论呢。它就卖芒果冰、红豆冰之类的，剩酒席最大的点芒果冰。嗯，那如果不是酒席的话，它的水果冰像是奇异果好像也蛮多人点的。叫他下来转一个弯就到了，蛮近的，大家可以来吃。芒果超甜。对，我们看到那边有一桌有一个女生自己一个人要吃这样子一大碗，超强的。还是我们看到我们遇到甜甜。我现在在那个苗栗市的一个桥下，高架桥。它感觉是一个市场，早上应该是一个市场。2点，下午大概3点开的。阿正博港味小吃，它是下午才开，算是那种炭烤类的下午茶。今天点了墨鱼香肠、鲱鱼软香肠、大肠包小肠，还有烟熏鸡肉卷。烤物的部分还有丸子、米血、马吉沙，还有我们来吃那个墨鱼香肠，里面那个一颗一颗的那个墨鱼，嗯，好好吃哦，很香，真好吃哦，很好吃哦，很好吃哎，嗯，它是外酥内 Q 的那种口感，然后还有一点肉，不是那种。点墨鱼香肠，然后它就是整条给你黑色的。对，我以为墨鱼香肠它就是整条黑色，它里面是有东西，用煎蛋的鲱鱼软香肠，所以它里面有一颗一颗的鲱鱼软，鱼软放的很多，然后每一口都会在咕咕咕。我觉得它有一点那种就是酒香，但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，好吧，感觉有一点点吧。自己去问老板。老板过来呀。没有，没有，他们老板很热情，他们真的会过来。我觉得它鲱鱼软香肠。比外面我吃到的还要好吃一点，因为它那个颗粒感不会很重，应该是混了很多肥的猪肉在里面。我们吃大肠包小肠，我想要沾它的韭菜酱油。哎呀，我要吃完，它是有说香肠一定要配着吃，对，一定要这样一起吃哦。它的米肠是比较软，嗯，但它烤的，它烤的蛮香的，我觉得跟那个韭菜酱油很搭。我味就有超好吃哎，对不对？它韭菜酱油，它就是放什么食物不重要，重点是它的韭菜酱油真的很好吃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把那个米肠整个泡在这里面，然后再拉酱油。我觉得有没有放香肠其实无所谓。真的吗？酱油要加哦。好的，好的，不要紧张。酱油。我现在没办法把它混在一起了。对。它这个酱油很好吃哎。对啊。很厉害，真的超赞，很好吃。你真的是比较软一点的、啊，对，我觉得我喜欢米再扎实一点的。没关系，它这个韭菜酱油太厉害了，很赞。泡的酱油，我第一次来吃就是没有加，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会排这么多？后来我看到大家都加那个，就是加得很夸张，就是一匙一匙在舀。我想说好，我要去加，就我加这就有。啊，这个加韭菜也好吃。米血吗？这健身5颗星啊。你看，不要动完。嗯，韭菜酱怎么样？韭菜酱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吧？整体对整体加上韭菜酱油5颗星。对，这件是苗栗市的那一家臭豆腐。他就在刚刚的那个郑阿伯的斜对面、走路就可以走过来。其实苗栗有很多那一家，老板说他们只有这一家而已，所以没有别家。他是绕口令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来吃的时候就点一份小的，然后我就站在门口就吃完了，然后我再点一份大的。哇！要一个人把它吃光，我们还没开始拍。那我是老多夫吗？有听到我在旁边有听到的声音，然后里面超级软，好，我好想吃哦，我快受不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那个超好吃。他说他都会来这里买臭豆腐，然后去那个郑阿伯那边再一起。他的泡菜感觉不是那种传统的大白菜，感觉是高丽菜。它是台式泡菜，它是台中泡菜，很好吃啊。然后刚刚说他很饱了，他说他吃不太下。我跟你说，我等一下也在里面喝。它真的很好吃的，它外面很酥，可是很薄，然后咬下去很脆。豆腐是整个蓬起来的，外壳跟它的内馅是有点距离感，那个距离感产生非常微妙的感觉，口感非常的好，整个鲜甜味就会炸出来。超毒的。对，你一般传统臭豆腐吃不到这种滋味，这一块我要吃掉。可以要点一份，可以，真的，不要大，我们要再一份。大的。鹿港的那间火鸡哈，啊，这一间是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它是完全炸汁的，会一直滴汁。这间就是超级多汁，它的外皮真的超级脆的。有些臭豆腐炸臭豆腐，它就会有点硬硬的，对不对？它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任何硬硬的。我觉得它超好吃的，就是中间填满了满满的蒜头泥，然后你看我它已经在汤流汁了。我们可以喝一下。我愿意给它五颗星，它真的是。我要给它50000颗星。我跟你说，这件一定会入我们今年2023年的10大排名里面。对，我们老板比较忙一点，他不一定每天都会开。如果想吃的话，就打电话过来问看看。老板说这是他的副业，他不没关系的。回家的路上先绕来铜锣，然后绕到这一家墨内秘密花园。秘密花园，这是我们的那个马铃薯介绍的。马铃薯是谁？你现在是把它重钉上去吗？马铃薯就是这一位，这一位在这里。我们的粉红公主玉婷姐姐。表演一下切腹。没办法。我觉得这个景不错，真的啦。没关系，谢谢，没办法，会死掉。哦，还蛮漂亮的，看起来好像神隐少女的摊位。快点，马铃薯，快点啦，快点来那个办婚礼。对，我们好想参加你的婚礼哦、喔，真的，我们今天就在讨论你的婚礼。我们有病哦、喔，这些钱给他，对，这段时间送他，放在他的那个婚礼上面说。对对对对对。他看完这段，就是他不会邀请我们去他婚礼。啊，不行，我还等着要配气球砸哎。今天吃完了，对。所有的东西，你们最喜欢哪一件？臭豆腐派，臭豆腐真的很好吃啊。然后我还有蛮喜欢那个鹅杯的，而且它鹅杯可以加大份，多加一份鹅啊，变得很饱满、很扎实。我觉得那个麻辣豆腐脑我很喜欢，那个我印象蛮深刻的。我觉得今天算是都没有雷了，对，今天都算是蛮好吃，好吃，然后也有特别好吃的。好啦，喜欢的影片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Thank you.